好的，接下来走上红毯的，让我们来欢迎易烊千玺先生。易烊千玺2017年登上央视今年春晚，并出任丹麦王国首位国家旅游形象代言人。欢迎易烊千玺。欢迎千玺，请在我们红毯中间的 logo 前拍照。OK。好的，谢谢易烊千玺，谢谢，里面请。